先生只剩一个大床房了。电视剧里的情节都能让我遇到。沈天，我先去洗澡了。好。我来了。沈天，你要是敢越过他，你就是禽兽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那就好。小雨，我觉得我才是该担心的那个。沈天，你连禽兽都不如！你连禽兽都不如！